巨星王菲的七岁女儿李嫣所作《熊猫与竹》拍出百万港币，约12.7万美元。据称，此画拍卖款项全部捐赠四川地震受灾者。此前，李嫣书写的“信念”两字也曾拍出26万元。网友酸，买的是盲追的名气。也有网友认为，值这个钱。